叶彩希即个我回来，萧天瑞身躯边是计伤过敏感嘛？为叔敢算好个共款，你的太太叶彩希，啊，佮你的伊林伊忠国骷髅，伊两人正在饮酒呢。唔知伊两个人是咧欢喜庆祝，还是咧互相取暖？惠弟小董，我感觉替你真唔单呢。伊两人看起来开始真舒服。那你有单立和织田健司放赛，伊弟弟都会入门，甚至早班也爬去寡小军的面上顶。叶彩希即个我回来，萧天瑞身躯边。是计伤过敏感嘛？为叔敢算好个共款，因一签字就结婚，小董就出代志啊！啊，即嘛好啊！小董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伊辛辛苦苦拍拼所有事业，都叶彩希，嘛都是辛苦个小太太，合法规碗拢捧走。你后壁讲。做人才不是这款人，你真正是囡仔尻川三刀火，听到你无爱听，你就欺我歹。我只是分析予你听，啊，若无你甲我讲，叶彩希坚持无要救萧天瑞，你有啥物更好的解释？李家亮，你莫想讲你安尼西人，我甲瑞哥就会甲苏阿认识。阮即摆已经是一家伙啊，毋是你凊彩三两句话就会当分化的，莫白了解。一家伙啊，叶彩希，请问一下，恁家亲人毋是拢已经死啊？萧天瑞甲骷髅会当代替因做你的亲人？你安怎讲袂出啊？无话通讲啊？你敢有真心把萧天瑞当作是你的亲人？你给我点去！张家良，你莫了做每件拢参像你同款，万项代志拢把钱放伫咧第一，你就是安尼才失去爱情，失去亲情，才输到这尔凄惨。我跟你讲，我嫁予瑞哥，瑞哥连骷髅做小弟，阮今麦确确实实是一家伙啊！不管你讲啥。拢袂去影响到阮的感情。感情哦，是甚物款的感情？爱，也是恨。你心内敢讲拢无其他的想法，拢无私心？嗯？哪呢啊？你直接甲骷髅讲，讲你心内真正怕啥？想要怕我啊？你规气用一支手心旧纸，澄清你家己的清白。要不你敢讲？丫头杀求性命哦！张家良，你干那也要欺负查某人，算啥物查某囝？你敢无听过“最毒妇人心”？查某人若是起凶，都算讲你有十条命，也无够死。尤其是这种看起来单纯无害、上毒。你刚才是讲啥话？是安怎萧天瑞身躯边拢是一挂奇怪的人啊？中心的是空的，还是佫讲爱的是骗子？我看萧天瑞若是有要好买，真困难哦。骷髅，即马你只叫萧天瑞身躯边的101忠告是唯一会当保护伊的人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伊哦。啊，若无，伊若是倒伫查某人的手内，我会笑到老牙哦。王山虎在你结婚的时阵，会当提出证据报警的条例，你敢真正认为是卡？讲人话啦！你敢真正听无？我想你这灵巧，你绝对无可能听无。还是你只是家己在欺骗家己，无愿意承认王三虎会出现伫个现场，拢是因为你的太太叶彩希。
你不要想过超过啊！小唐，你即摆先把感情放一边，用你的头脑好好啊想清楚。你的太太叶彩希，进前就几落届，你揪你的后脚，甲同学斗相共的。啊，搁王三虎，因为同学走路昏，你昏到要死。你想因两个人，敢有可能因为同学联合起来？我跟你讲，你别想要伫遐甲我使人啊！小唐，你先莫这么激动，莫这么生气。你先甲冷静的，用你的头脑甲代志想清楚。你敢真是袂感觉奇怪？你来这么久的时间啊，你的太太奈拢无传律师，来这想办法叫你出去。啊，佮你这一定去中国去了，奈拢无做。颠倒是我一个你认为背骨的人，走来这要替你办交保，你敢知影是为虾米？就算讲你无要问，我嘛要讲予你知影。因为我来这之前，我有去过你的酒窖，你敢知我拄着虾米人？你的太太叶彩希，啊，佮你的伊玲伊忠国骷髅，伊两人正在饮酒呢，唔知伊两个人是咧欢喜庆祝。还是在互相取暖。惠理小当，我感觉替你真唔单呢。伊两人看起来开始真舒服。哎，少年人，较差不多的话来讲，这是欢迎的。拄仔苦乐看到我，嘛是甲你同款这样生气。啊！佮你的太太叶彩希佮出手想要甲我拍呢，迄两人真明显都是见笑当笑的。老大，你即马一个人伫遮咧受苦，也毋过伊两人伫你厝内面伫遐咧欢喜，我真是唔相信，一口气你吞得落去。刘家良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是佮黑面人讲话。你的嘴我想把你拆破，好啦，时间要走。我不问你细汉伊啊，那是人在咧饮酒啊。我身躯边有带两个啊，你拢无看的哦，配置敢真正有这档？袂歹嘛，光讲耍笑。你是甲倒两个我看袂到的朋友做伙饮酒啊？杰文贤、杰瑞华，哦，拄好你拢有熟识呢。安尼拄好，我敬你一杯。你敢知影是安怎？有真侪神棍，对查某人特别有效。迄是因为查某人家庭若是无幸福，对相当相识，试过去祈求神秘的力量改变命运。不过查甫人就袂安尼做，查甫人若是家庭无幸福，对另外去找一个会当互家己感觉幸福的所在。我建议你袂当安尼做，你厝内迄个死人面对你无笑容。你会当家己去找快乐吧。你嘛袂落个参像即马共款，一个人伫遮甲看袂到的朋友咧饮酒。讲较歹听的，你种镜头叫做精神失常。也毋过有一挂人哦，是连看袂到的，拢无愿意甲伊做朋友呢。咱若莫讲朋友，讲生理较实在。今日我看到新闻咧报，好所在建地已经恢复开工啊！你应该是甲织田健司做伙去饮酒庆祝啊？那几人伫遮甲几个饮酒啊？看敢无甲你好甲会当讲心事的地步吼，若无啥物代志，紧走啦，嫌我一个人清静。你应该赶走的人不是我，是郭秀君。你应该真清楚，最近伊甲志田健司行了真远，而且感情敢若真好，你也较注意。
卡叔就让你放上遐尼侪遍啊！今麦你搁伫个背后讲遐尼侪歹话，我是会感觉足可怜的呢。一世人迄目地，你这么无靠到的查甫人，运气实在是伤歹啊！我只是好意甲你提醒，我袂搁讲。你坐了，跟我讲遐尼侪有诶无诶？目的就是希望会当知影我是毋是有迄个意愿继续较好所在合作，对不？那呢，我会直接给你一个答案。阮会合作，因为阮欠钱讲，袂当甲迄款无真心无诚意的人合作，啊，若无最后，干来沦落甲鱼虎磨皮的地步。我讲了啊，你是心啊未？紧走。既然是安尼。你应该甲王山和郭志宏应该庆祝得着啊！啊，恁个一个人直接甲几个饮酒啊？相拢看会出来，你心情无好，所以你用酒来麻痹你家己啊！我甲你敢那无好，敢会当讲心事的地步吼？你是毋是听无人话啊？紧走！卡叔，我甲你讲，我有办法互你安塞。你挂小军甲高志宏因干红的，你敢想袂听？我讲对吼，你就是惊朱天剑是去爱着别个人，所以你想袂听我的建议。我跟欠钱的事情不用你搞话啦，紧走。那你就等你和织田健司放赛，伊的弟弟都在路，甚至早班也爬去挂小军的面床顶。你怕我被怎样？你应该把亏的留给你应该怕的人，像你红衫的人，不是我。等志田健司把你放走以后，你记得来这找我，我请你饮酒。我是不知道你怎麼說服我媽，回頭跟你還有蕭天雷合作的。不過你放心，我不順意的意。你這大頭蛋齁。真實在是有夠差的啦，而且還有歹命啊。实在是不适合我一个人在这饮酒，啊，想换一个所在好啊。总管，你爱我甲小天雷，甲伊顶个毁掉，原来是为着织田雪。看起来已经要跟织田健司甲国家关系，这一定有啥物牵连。甚至有我大秘密，这件事我对你愈来愈兴趣了。